藝文在線等，我哋又要講文學改編電影啦。話說咧，即係外國嘅文學改編電影咧，唔單止係即係可能會比較忠實啦，同埋咧其實佢哋嘅銷量咧都可能會夠全家一套電影夠全家，就好似到而家即係之前沙丘電影上映嘅時候，係夠咗台灣同中國嘅舒適嘅。我哋一定要講村上春樹啦，因為由挪威的森林去到呢個 Burning， 仲有 Drive My Car。哇，到我的話就一定要講這個安妮艾諾改編的 Happening， 想起個無線針都我們今集呢都會有很多的部分的，希望大家留意住，逢星期三晚藝文在線等在虛詞無形 YouTube Channel 見大家。我們今次講今晚文學電影夜午夜外國編。